那是 AY 一朝大势的方向，在遭多难出口处，相当多的，请小心开车。一早上，引领世界潮流，带你全球追赶跑，及时掌握贴近生活的本地信息，精准聚焦与你有关的新鲜课题，快速端出全球热议的精彩议题。新闻聊开来，你我一起聊新闻。世界第四大人口大国，这个印度尼西亚呢，今天举行的是5年1次的全国大选，会选出地方议会代表，还有新总统。那么，印尼选民呢，将投票啊，在3组的候选人当中呢，选出他们心仪的候选人。今年选举到底有哪些看头，还有亮点？那么，印尼的选民们对下一任的总统的期许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新闻聊开来，很高兴邀请到两位哦，现在人就在印度尼西亚的朋友了。首先呢，大家很熟悉的是印尼媒体工作者邱烈峰，烈峰早。Hello，Hello，9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依稀，Andy，还另有外七夕，你们好，你们好。早安。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好应景哦，今天穿粉红色。对，故意的。女性形象出现。另外呢，是印尼选民 Randy 廖建峰，早安。Hello，98的听众们，大家好。早早早哦，建峰今天穿黑色衣服是有什么目的吗？可见得是为单身。了不太透露出我到底要投哪一方哈，穿个比较自然的颜色。这倒是真的，因为一般上哈，在选举的时候呢，各个政党或候选人都有所属的代表对色，呀，对为呀。了不凸显自己支持哪个党派或哪个阵营，一般都会避免。是的。所以建锋很有这个意识哈。对呀。就穿，而且是全黑啊，比较安全的颜色。是。那对 Andy 烈对对。峰，我知道你现在人是在你家附近的投票站了哈，7点就是开始的。了。是的，我们的这个投票时间是从7点开始，一直会到下午的1点结束这样子。然后呢，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分，都会收到一张这个投票的这个通知函，这样子就告诉我们大概我们是从几点到几点的时间之间来会比较好，会不避免这个排队排得比较久，或者是等得比较久这样子。是，所以其实你们的时间很早，因为7点钟投票站就开放了哈。现在因为印尼跟我们有时差，1个小时，他一个们小才时，7点21分对，好早。所以现场已经看到有人在排队了，对不对？有啊，我看到有对人在对对，等待哈，在等待了哈，而且有人撑伞，所以今天天气不好哦。烈风好像淋到了一点雨啊。对，我刚才来的时候就是撑了，带了一把伞这样子，然后但是其实雨并没有很大，可能这也让这个现在来到这个投票站的这个选民还不多，就是因为下雨，而且因为时间还长嘛，可能大家都没有那么的早来。我也顺便来看一下，到底我们这附近的这个选民是有多么的怎么说热热情还情。是怎么样，想要快一点投票还是怎么样的，或者是早投早好，早可以去这个过情人节，或者是还是可以去朋友家拜年嘛，对不对？倒是，倒是。所以烈风，你现在是在印尼的雅加达吗？我现在是雅加达邻近的一个城市，叫做丹格朗，就是和雅加达交界的一个附近的一个城市，这样子，就距离雅加达就只有2公里，所以感觉上就是怎么说，就也算是经常在雅加达活动，都是在雅加达嘛。明白，是。建峰呢？建峰在雅加达，那离烈峰也蛮近的哈，因为他说2公里嘛。对，但是雅加达这个地方呢就很神奇，对，就只要塞车的话，都是有1个小时以上的通勤。倒是真的哦，那这倒边是呢堵真车的，哦。那是。Randy，你打算几点才去投票站？我这边打算吃完早餐10点钟的时候去投票站，所以不急。对。
那么建锋哈，看起来您算是比较年轻的选民。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呢，不管是在哪个地区或国家的选举呢，年轻的族群或者说年轻选票或者是手投族哈，第一次投票的人呢，对于这个投票的结果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在印尼这方面哈，年轻选民的比重是非常高的哈。所以你自己作为一个选民，你观察到你身边的人也好，或是你自己本身这次的选举比较关注的是哪一些呢？如果是比较关注的议题的话，特别是对于年轻人以及我附近的一些同事啊，他们对于社会福利和就业问题，就这两点看的比较重要啊。然后这两个议题也是就是三个候选人都有提到的一些议题嘛，比较明显就是普拉博沃一直在推的这个免费午餐、免费食品，以及甘加尔也出就是说了一些，就对于孕妇要提早提供一些营养类的支持等等的，这些是年轻人比较看重的，以及就业问题。我们在印尼的其实25岁以下的就业率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年轻人也希望在这方面能看到改善。是因为哈，在印尼方面呢，这一次选举呢，哇，真的有1.06亿人哈的选民呢是年龄在40岁以下，是占了超过一半。所以像建锋这样子呢，你们就是这个各大政党哈，还有候选人呢积极追寻的这个对象啊。是，而且呢，这次哦，选举的合格选民是超过2亿人的，其中60%是20岁到35岁的青年。我相信建锋就是属于这个年龄层的啦，啊，所以大家都希望可以争取到哦，尤其是三组的候选人你们的这个选票了。那么在 Andy 烈锋你的观察呢，今年选举哦有哪些亮点或是看头啊？请你打开那个麦克风，来，烈锋来。OK， 那亮点的话，当然我觉得呢是这个民调，因为越接近投票日呢，这个编号二号的普拉博沃他们的这个民调啊，就一直在上升，甚至呢在礼拜天的时候，最新的民调就显示说他们的得票率，他们的民调的结果已经超过了一半，所以如果说超过一半的话，当然，这个总统选举只需要一轮进行，因为印尼的这个选举法的规定就是说，如果有超过两队的这个候选人参选的话呢，之后呢会先选出两队得票率最高的进入第二轮，但是如果在这些候选人当中有一队他们的得票率是超过一半的话呢，就不需要透过第二轮，就直接当选总统和副总统。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印尼民选总统制度开始以来都没有发生过的，就是一轮就直接选出总统和副总统，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是否他们真的是那么的受欢迎，那么的有实力，或者是这些民调只是的这个结果并不符合事实，我们在可能这几天就能够看到结果了。是，Andy， 我想请问哦，因为刚刚像你说，很多印尼的调查机构都称，就是二号普拉博沃哦，还有吉布兰，他们的民调中是领先。那尽管他们的支持率是仍然徘徊在接近50%的水平啊，这意味着他可能没有办法在第一轮获得彻底胜利。因为如果没有任何候选人通过50%的门槛的话，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就要在6月中旬左右进入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的投选，对吧？是的，是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没有超过半数的话呢，就必须进入第二轮。然后如果超过半数的话呢，其实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必须在，因为印尼现在是有38个省份，你如果有得到超过半数的票数，但是你还是必须在至少在20个省份的得票率是超过20%的才算是能够直接当选，不然也必须进入第二轮。这可能是有很多人比较不了解的，大家都大家所知就是超过半数的票数就可以直接当选，其实并不一定。了解，所以还有很细致的要求哈。当然这一次呢，
家聚焦的主要就是在竞选总统的这个三组候选人搭档。对，除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刚刚也在强提到的，就是二号的这组竞选人哈，是普拉博沃，他也是印尼政治强人苏哈多的女婿之外呢，他的搭档齐布兰呢，是我们现任印尼总统的佐科的儿子。所以佐科呢，他所属的政党呢，推出的候选人并不是这一组，是另外一组，所以这会不会弄得比较复杂一点呢？烈风，是的，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说，尤其是我跟一些外国或者是本地的媒体朋友都经常在聊到说，我们印尼的政治呢，其实比连续剧还要精彩，还要好看。所以为什么印尼的媒体都一直在报道就这个政治的走向？那我们的现任的总统佐科呢，他所属的政党印尼斗争民主党，他推举的是三号的Ganjar 和 Mahfud 这样子。可是突然之间在几个月前呢，虽然说他没有很明显的表明或者是自己亲自说出口说他支持这个二号的普拉博沃，但是以他的一些举动，然后他的这个长子成为普拉博沃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然后他的幼子又成为一个新的政党 PSI 印尼互助党的这个主席，突然间就当上一个政党的主席，让大家都可以做了一个结论，就是他们的这个家族倾向编号二号的这个普拉博沃。然后有很多人都一直在猜佐科到底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为什么把他捧上这个总统位置的 PDIP， 也就是印尼斗争民主党，突然之间会类似的就是跟他们分道扬镳，跟他们拆伙这样子，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也是佐科到现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表明，也没有没有说出任何的可能比如说一些想法还是什么，所以只是看到他做的一些举动是支持二号的，所以我们要看一下是否二号普拉博沃他们的这个民调一直在上升，是否是因为佐科的这个缘故，也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毕竟佐科总统这个人的影响力还算是有的。是当然大家都有很多围绕他的一些讨论啦，包括说他作为现任即将卸任的总统，是不是可以支持任意的这个所谓的组合哈，也是大家在关注，是不是你没有保持中立啦。好，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在我们的脸书直播这里呢，将会继续的来讨论。那么这个时候呢，在空中呢，将会进入我们的商业资讯。当然，这时候你可以上线 facebook.com/capital958和 Randy 以及 Andy 一起来聊聊。贴近你的生活，聆听你的声音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从2024年2月1号起，社保援助计划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持卡者能通过新的健康 SG 慢性疾病等级津贴，以接近综合诊疗所的价格，在健康 SG 家庭诊所领取指定的慢性疾病药物。多数新加坡人都能在社保援助计划下享有足够的慢性疾病药物津贴，但对药物需求较高的人，在健康 SG 慢性疾病等级津贴下，他们可获得高达 87.5% 的指定慢性疾病药物津贴，以及每年高达360元的其他护理津贴。你可使用保健储蓄全额支付治疗费用，无需付现金。请浏览 healthiersg.gov.sg 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由卫生部带给你。在看什么？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脸书直播这里了啊。是，想问一下 Randy，因为这是你第三次要投票哦，宪锋。对。你的观察跟了解哦，比较前两次，你自己的一个观察和选举的氛围是怎样的？气氛会很热吗？就是现在其实分成了就是两个嘛，就是一个是支持佐科的这个影响力继续的，就支持普拉博沃这一边，然后以及其他的可能就是觉得就是二号候选人会有一些他们不支持的点，例如一个总统的长子突然修宪，然后能成为一个副总统候选人。在日常的生活就
发现就是这两方其实议论的还蛮热烈的，但是主要是围绕着这一点，应该年轻人也比较看重的就是对于印尼的这个民主制度接下来的发展会如何，是否会以一个就是在执党的权力会越来越大还是怎么样。对，是，那我们也很想了解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哈，其实在之前呢，印尼的政局呢，也像曾经动荡过一段时间，那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曾经发生过这个排华事件，其实对很多周边国家的华族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关注的。而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哈，又碰上了华人农历新年，所以作为华族朋友的你们在现在哈，在这种选举的时候会比较谨慎吗？还是说其实你们不觉得有任何的压力或者是异样的眼光呢？烈锋你怎么看呢？压力或异样的眼光，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选举到现在到今年，我觉得已经发展到一个蛮成熟的阶段了。如果说有压力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尤其是华人社会当中，华人还是会选可能是比较倾向多元，然后比较是倾向民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候选人。因为毕竟刚才这个主持人所提到的98年发生的这个事情，到现在其实对一些华人，尤其是那个时候经历过的人，都会还有一些阴影，可能比较较年轻的就比较不会，所以可能在这个因素也导致有很多华人会去选一些跟从前或者是一些新的这个领导人或者是候选人，跟从前我们称为是新秩序时代的那个领导人没有关系的。所以在这几个礼拜也看到在网上有经常看到一些可能视频还是什么，就是说印尼华人可能他们就比较不会倾向这个苏哈多的女婿普拉博沃比较不会去选他，因为就是还有那个阴影在那边，毕竟他是新秩序时代遗留到现在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政治人物，因为他年龄也蛮大了嘛，这样子，所以对他是六个年纪最大的，对对，今年已经是73岁了，所以他就是新秩序时代还依然残留留存到现在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有一些人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顾虑，但是我觉得年轻朋友们就可能比较怎么说，比较不会，而且他。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佐科的长子 Gibran 他是非常非常年轻，所以他在这方面就可以平衡选票，一方面吸引年轻人，一方面呢就吸引一些可能比较老派的这个选民或者是政党的支持。明白，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印尼哈这个 TikTok 也非常的盛行哈，很多的选战其实在 TikTok 上面去开战的哈，作为这个年轻选民的建锋哈，他印尼也很年轻，我真的很想先听听建锋的看法。TikTok 是不是成为一个主要的战场呢？Randy 先打了个预防针是吧。那个在 TikTok 的话，其实呢比较活跃的是三号候选人啊，甘加尔，他在参选之前其实自己的频道已经有一个update， 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一直在 branding 一直在 TikTok 上打然后这是官方的，对，官媒就是他们自己的，对，好的，这首歌曲群星啊，包括了林子祥和叶倩文合唱的粤语贺岁歌曲《祝福你》，下时间是早上8:36。958时间报告由丰臣 Gain City 带给你，丰臣 Gain City 发优惠，购买指定产品享有8.8%加8.8%折扣。Sony 85寸 4K 酷狗电视机3888，双门并联式电冰箱828，赶快到丰臣 Gain City 展销室吧。每天早上，我们引领世界潮流，带你全球追赶跑，及时掌握贴近生活的本地信息，精准聚焦与你有关的新鲜课题，快速端出全球热议的精彩议题，新闻聊开来，你我一起聊新闻。今天印尼举行大选，那么有超过2亿名的选民将会投票啊，从三组候选人的这个人物当中投票，谁将接替佐科是备受关注的。我们
们今天新闻聊开来呢，继续邀请到两位朋友啊，分别是印尼的媒体工作者烈风 Andy， 还有印尼选民 Randy 建峰。刚刚呢，在脸书直播，我们就谈到这个年轻选民的啊这样的一个关注点了，就是有关于社交媒体的运用啊 TikTok。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今年有60%的这个投票的人是20岁到35岁的青年，所以想问一下 Randy 了，吸引年轻选民是候选的主要的战略，那么社交媒体像 TikTok 啊，为候选人啊亲近年轻选民提供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交流平台，是吧？你的观察是怎样的呢？是的是的，在这一次选举当中啊，就是也是第一次大家候选人都在社交媒体上，特别是在 TikTok 上都有发力哈。普拉博沃也第一次就是在 TikTok 也设立了自己的官方账号，然后但是在 TikTok 比较活跃的是冈加尔，就是三号候选人，他在其实他的一个方式跟佐科早期要赢得第一次他总统选举的时候一样，就是他以亲民的这个姿态啊，然后跟不管是支持他的或者是不支持他的都有一些互动，以及就是比较近距离的一个交流。然后安妮斯在这边的话，他有做一些线下的活动，专门邀请这个不支持他的人啊一起坐下来讨论，给他提问一些可能比较尖锐的问题，然后他就在中间去一一的回答。我估计这个也是就是为了推动，就是跟年轻人说他是听得进去意见的，他是不介意别人反对他的，他是希望能以沟通的这个形式去跟年轻人去做个沟通。对，是，所以你会发现啊，年轻人他真的是从 TikTok 来获取投票或者是选举相关的信息吗？他们还会使用其他的平台吗？其实 TikTok、Instagram 是年轻人比较看重的平台，当然在印尼传统的电视台也是一个资讯的大头，这个电视台还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怎么说，去动我们民众的意见。然后在 TikTok 的话，你会发现哈，就是今年有特别多的creators 去发声、去发声，去支持自己要选的这个候选人搭档，他们会自主的去发一些内容。对，是。那么当然也要问问非常年轻的烈风，烈风你的观察又是如何呢？对，说到这个 TikTok 呢，我就昨天刚好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在这次的竞选当中哦，社交媒体平台当中最多我们印尼人或者是选民使用来寻找一些竞选相关的讯息的平台，真的就是 TikTok 排在第一位。然后呢，排在第二位的呢是 YouTube， 其次是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所以这四个社交媒体平台，但是主要最高的还是 TikTok。然后呢，在 TikTok 和 YouTube 和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都可以放广告嘛，竞选广告等等。那数据也显示说呢，最多政治广告的这个平台也是 TikTok， 然后排名第二是 YouTube， 他们相差不到10%这样子。所以现在的选民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因为大多数的选民是比较年轻的40岁以下的，就往这个方向开始去着手。然后刚才Randy 也有说到的一点呢，就是说在主流媒体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媒体，比如说电视台，其实还是一个怎么说最有影响力的，尤其是对选举来说。昨天刚好我也看到了一个调查的一个数据，就是说在印尼人他们是透过哪一些管道来了解到或者是取得这些有关于大选的一些讯息。然后呢，29.6%的印尼人民呢是透过电视台然后呢社交媒体是29.4%，电视台是29.6%，所以相差不多。虽然这几年来很多年来都是电视在主导，可是这次的大选我们就看到了，因为选民渐渐年轻化，就开始社交媒体的这个
这个百分比呢就开始逼近了电视台。但是以我自己的观察，我还是觉得电视台对选民决定选项的这个影响是最大的。而且因为印尼的媒体都一直在谈论这政治嘛，不只是到了选举年还是什么，几乎我觉得一年365天，印尼的尤其是新闻台都一直在讨论这政治，因为就是大家印尼人很喜欢讨论政治这样子，一直到尤其到了选举年，当然就是我觉得是媒体或者是电视台、电台等等的这些媒体呢，从选举当中赚一大笔钱的一个好机会，五年一次的一个好机会。是，所以总的来说，您觉得说这次选举的氛围会很热吗？就是大家热衷讨论，然后媒体不管是传统媒体、电视啦，还是这个新兴的社交媒体，什么 YouTube 啦、TikTok 呢，也都很热。对，一直以来政治在印尼都已经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大家都一直在讨论，大家都一直在争论，甚至尤其如果到了选举年，又有那么多的选举，不只是选总统，还要选这个国会议员、地方议员等等。看得出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印尼的投票率是高达 81% 的。这个可以显示说印尼人对政治是多么的怎么说多么的感兴趣，大家除了讨论之外呢，还自己也会到投票站这里来投票，甚至数据显示印尼2019年的这个选举投票率达到 81%， 是全球排在第二位的，排第一的是新加坡嘛， 95% 的参与率这样子。所以甚至印尼甚至比其他国家都高，包括了美国只有 66%。这是真 的，对，因为一般的民主社会哈，投票不是强制的，新加坡这么高是因为我们投票是强制的。那么 Andy 刚刚讲到议题的部分，因为 Randy 有说啊，也关注社会的福利啦、就业问题啦，那么 Andy 你呢，烈风？我其实也差不多社会福利，然后呢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两项以外呢，我比较关注的就是印尼我们的这个健保的制度啊，真的是还是很不好。然后呢，之前我们在好像是最后一次的总统辩论的时候，也看到这个候选人有谈到我们的健保的问题。然后呢，印尼所缺的就是很好的一个健保的服务的系统。然后呢，印尼也到目前为止呢，也缺14万以上的这个医生这样子，所以就这个健保条件或者是健康条件在印尼是非常非常的欠缺的。之前我也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媒体也做过一个报道，就是说印尼如果我们用健保去看病和不用健保去看病的这个差别是很大的，不管是从排队一直到得到的服务之后拿到的药，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区别这样子。所以怎么让我们印尼的健保能够更好的或者是更完全的去服务人民，我觉得这是政府的这个一大的一个怎么说他们的一个任务难题。然后呢，印尼缺少14万名医生，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印尼人可能他们有一些比较有能力的就会到国外或者是邻国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去看病，也就是因为在印尼可能这方面还并不是很好。另一方面就是比较我觉得人们都很关注怎么去这个反贪的工作，所以呢法律的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必须加强的，尤其是到现在到了2024年，印尼的贪污还是尤其是一些高官啊、地方首长的贪污每年都层出不穷，所以怎么去反贪这个课题我也觉得是一个人们在考量的。是，另外呢，我也个人比较好奇的，想问问建锋哈，因为在印尼啊，17岁就可以投票了，所以两位年轻人累积了不少的投票经验。那你自己看到自己个人投票跟这次投票关注的议题，或是你做决定的考量，有不同呢？我的话会因为。印尼从小哈，就我从小到大一直感觉就是贪腐这个事情啊，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善，所以我会看党派了，因为我们会看党派所推出的候选人，
是否会有很多一些之前其实有犯罪记录的，这个我会避免啊。当然这个不是总统候选人啊，可能是地方人民代表等等的，但是如果是总统候选人的，就主要就是看他们去提出的哪些topic 是我比较关心的。那这次就是就业问题以及刚刚烈风说的这个健保，因为健保从开始以来到现在，其实大家还是感觉得到这个差异性的，就大家如果是经济能力还 OK 的，他们不愿意去用政府的这个健保，但是这也导致了健保它的议价能力啊，以及跟医院去谈判的这个能力啊，也是比其他国家弱的。对，是。那么烈风你又怎么看呢？你有好几次的投票经验了吗？你觉得你自己的那个诉求或是考量有改变吗？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然后呢，每一届的这个大选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候选人所推出的政策，其实也就是在怎么说，在改善这一些很基本的这个事情。只是今年比较不同的，就是因为我们开始网络化、数据化了，就开始有一些怎么去数位化一些服务等等，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政策。而且印尼的选举法，刚才我们有提到嘛，17岁以上就可以投票，是不是？但是如果你17岁以下的话，但是你已婚的话呢，你已经可以投票了，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规定。好，17岁行哦。对呀，17岁以下结婚的人也可以投票，这样的意思，也是合格选民。对对对对对。哇，果然印尼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度啊！这个比年轻人的比重也非常高啊。对对。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在邻国的马来西亚哈，他们近期的选举当中呢，他们有关注到这所谓的绿色浪潮，也就是所谓的回教的这个议题哈，变成就是也成为一个选民们很关注的。那么在印尼方面，因为印尼也是世界上最多回教徒的国家哈，尤其在以巴冲突的这个大背景底下，这一次的选举会不会也有这个宗教色彩的这个影响呢？烈风，这一次呢比上一届哦，这个少多了。上一届就很明显的有候选人呢就是主打亲穆斯林政策的这样子的一个口号。但是很庆幸的就是呢，在这五年当中呢，政府就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怎么让大家更明智的，不只是以宗教或者是以这个人的身份去选他。然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这些候选人的选举口号当中几乎都已经很少打这个宗教的旗帜，除了尤其是这个二号的布拉伯沃和三号的甘教，他们就是以政策以亲民为主，剩下的就是一号的这个安妮斯呢，他就会是还是保留着一个亲穆斯林的一个形象在里面。所以可是比起五年前，其实我觉得已经减少很多了。可是比较明显的只是在一号的候选人当中，我们看到五年前佐科的搭档就是这个 Maruf Amin， 他就是一个穆斯林界的一个大人物的一个长老。现在呢我们看到三对候选人当中呢，其实拥有明显的这个穆斯林背景的只是一号的副手这个穆哈敏，他是这个民族复兴党的主席，然后呢他也是一个伊斯兰党派的一个主席，他也是纳达都乌拉曼，也就是印尼最大的穆斯林的这个团体的其中一个成员。所以渐渐的会比较少，我们也看到了渐渐的比较怎么说，我们的选民也渐渐的更加的成熟，不对这些比较以宗教种族议题的这些口号什么受到影响还是什么。但是当然还是会有很多人会怎么说，会比较去看宗教，但是比起五年前其实我觉得少很多很多了。这是 Andy 的观察啊。那么 Randy 你怎么看啊，三对候选人啊，一号阿尼斯穆海敏，那么二号呢普拉博沃吉布兰，三号呢甘查尔马福德国，他们三对候选人啊，就是总统和副总统正在争夺啊
最高的职位了。那么一位呢是前军事将领，一位是曾经的学者，还有一名是自称人民的人，三名背景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哦。身为印尼的年轻选民的你，对于下任总统的期许又是什么？对于印尼的愿景又是怎样的？首先这三个候选人哈，一号的话呢，他是主张改革派嘛，就是他希望通过他的改动去把印尼很多的事情给优化掉，包括了一个就是迁都的这个问题，他一直抓着这个议题不放。然后普拉博沃呢，他的对于印尼人民的 promise 就是会延续佐科的一些项目，然后甘加尔的话是改进。所以这三点其实对于印尼来说，只要就对于我们来说啊，对于印尼选民来说，只要印尼发展的是更好然后更健康，其实大家我相信都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当然希望这个选举啊能和平的进行以及安全的进行哈，因为之前的两届都出现过在这个结果揭晓后出现了一些示威，然后出现了一些冲突的事情事件。对，我们希望就是大家都是以支持民主，然后投票之后可以心平气和的去讨论这些议题。是哦，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邱烈峰还有廖建峰哈，两位峰哥，我们讨论了一下印度的选举哈，我们也很关注这个选举的结果，但是预料今天晚上呢会有初步的这个结果出炉。是，据估计就是印尼啊，各个民调机构会在新加坡时间下午4点以后。会开始公布这个抽样的计票结果，当然我们98.5新闻聊各个新闻时段也会为您跟进报道的。今天再次感谢哦，新闻聊开来邀请到印尼媒体工作者烈峰 Andy， 还有印尼选民 Randy 建峰上节目，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谢谢，不客气。